你怎么这么笨？教了你3个礼拜了，你还是不信。哎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这个。哟、啊，阿林，阿林，起来吧，有客人来了。天还没有黑呢，这么早找我干嘛呀？哎，有客人来了。哎呀，烦死了！一会儿有客了，一会儿又唱歌了，你想多睡一会儿都没有这个命的。你不知道这儿很多人呐，都是白天睡觉晚上才起来的。哎，乡下情形怎么样了？家里年成不好，老天爷总不下雨，稻子全干了，老守在家里简直活不下去了。再说我们都大了，又不能老待在家里吃闲饭呢，所以我们出来想找点事情做，能够贴补贴补家用。这件事情全仗着您跟大婶多帮忙了。在这儿找事情做是不大容易的，不过像你们姐儿俩年纪轻，长得又漂亮，总有办法的。那我们的事情就全都靠您帮忙了。别客气了，都是自己人，还不是应当的吗？哎，妈，您是打算叫他跟我在一块儿吗？嗯，我以为这样，我认为他们两个人呐，做这个事情再合适也没有了。哎，你现在究竟在做什么事啊？他在做舞女。舞女？哦，您也预备给我们介绍这个事吗？对了，做舞女这是现成的，用不着走路子，我是再顺手也没有的了。舞女的事我们恐怕做不来，最好请您想想别的办法，就是做女工我们也情愿。哎，那怕谁呀，要是你们没有钱做行头的话，我可以替你们想办法，店前的人呢有的是呢。对了，店前的有的是。不认识吧？胡三爷是流动银行的掌柜的，专门替舞女垫款。好说好说。这是我的同乡，一个叫阿巧，一个叫阿玉。哎，你们别怕没本钱，做衣服我来垫，只要你们一动嘴，不管是白天夜里，随要随到。别看利钱大，你们自己有钱存在银行里去取，那还要好得多了。哎，反正是呢，羊毛出在羊身上，只要你们遇见一个大头，敲这么一下，剩下来的冷茶冷饭赏给我，我也就够沾光的了。哼，你得留神呐，你别偷鸡不成蚀把米呀。笑话，我在这个圈子里耍了这么多年了，我这点眼光都没有啊。你呀、真是个人精。夸奖夸奖。玉姐，阿巧，这回你们俩人就不要担心了，谢谢你们的好意。阿巧，
我想我们还是到张大嫂那儿去看看吧。既然玲姐帮咱们这么大忙，把事情给咱们找好了，何必还上她那儿去呢？我们是外行，这里边的规矩又不懂。不要紧的，慢慢不就懂了吗？哎，别着急呀、啊，这儿有的是县城教师，包你没错。这个年头啊，钱是第一，别那么死心眼儿。对呀、啊，我跟你大婶俩人都是热心肠，完全是帮你们的忙啊。如果你们一定要上张大嫂那儿去找工作的话，不妨试试看，要是将来吃不了苦再回来找我，我还是帮你们的忙的。阿乔，那我们去看看再说吧。也够辛苦的了，洗衣服、烧饭、送饭，还要哄孩子，都是他一个人。我老了，他中用了，还不是跟他抱抱孩子，缝件把破的衣服。他还说要出去做工，巴不赚钱呢。大妈，您真好福气，有这么一个好儿媳妇。你说的太好了。前几天乡下有人出来说情形不大好，是吗？是的，所以我跟阿乔两个人想出来找点事情做做。大妈，您能不能给我们找点事情做呀？啊，你等他爸爸回来，让我问问他。前些个日子啊，他们厂里边还找女工呢。那等会儿阿福哥回来，您给我们打听打听吧。好好好。哎，吃点点心吧。阿玉，你是预备让阿福哥给你找事吗？是啊。那王大婶跟玲姐那儿怎么办呢？那不是很简单吗？就说我们找着事了。那都不好意思，人家是好意呀。那你是想跟玲姐去当舞女吗？啊，我，哦，不，我倒不一定有这个意思。不过我总觉得这口饭不是我们吃的，人家好心好意的帮忙，假如这回咱们不去，以后要是再有事情，再说这个地方又……我想我还是先到王大婶那儿去住两天。
别怕呀，胆子放大一点，我来扶你。所以说呀，佛要金装，人要衣裳，一点也不假。哎，一个黄毛丫头这么一打扮呢，真像天仙一样啊。嗯，阿巧，这个名字总得换一个啊。哎，对了，你认识字吗？人家念过好几年书呢。哦，哎，那么英文认识吗？书我念过，洋文我不懂。啊，好极了，大学生，大学生。不，冯先生，我没念过几年书啊。哎，你别管呢，你就算定是大学生。你的父亲嘛，是洋行的买办。不，家父是教书的，他老人家前两年就去世了。死了那不是更好吗？哎，这个小姑娘，我可以担保她可以红。不过你可别忘了，她是我的表妹呢。哎，丽娜，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。从明天起，他学两个星期的跳舞，最好再学学唱歌。哎，还有啊，你的名字要换一个呀。我来替你想一想啊。啊，阿玉。哎，大婶儿，阿巧呢？他在里边呢。林姐。哎，阿玉。哎，请坐呀。好，这位就是我跟您说过的，是阿巧的表。啊，难得难得，正是一对姐妹花。大婶，你们乡下竟是出席美人，一位又一位的，简直是美人窝嘛。哎，你跟阿巧既然出来找事情做，那么你为什么不愿意做舞女呢？眼看建成的大洋钱你不赚，你偏偏要做工找罪受。你要是想得通愿意做，我既然可以捧阿巧，当然也可以捧你了。谢谢你的好意，让我想想再说吧。阿巧，你是决定干了？你知道不知道做舞女婿？你不要说，我知道。我们又不是找不到别的工作，你为什么一定要做舞女呢？做工我吃不了那么多苦。深深的印在我的心。
起这么好的大衣吗？客人，吃什么豆腐呀？小姐，走吧。快去！哎，我要不要出去？哎，你别去呀！啊，我告诉你，一坐了凳子就没有噱头了，客人就有这个脾气，他是这个派头，认为不坐凳子是个红星。哎，你在这儿等一会儿，我出去兜兜，你有了台子，我来叫你啊。怎么回事？别忘了我的台子，算了啊，拜拜。哎哎哎，怎么了？你们的冯大班请我来给红红捧场的，到现在连他们的影子都没看见，这不简直是叫花钱的大爷的开玩笑吗？啊，是的，是的，啊，还是哦，哎，不，喂，阿潘呐，红红假如再不来的话，我可不等了。哎，林老兄几人来捧场，交情又放到底了。阿冯已经去接他了，哎，一会儿就来了。快点吧，捧场的客人都等急了。别管他，让他们嚷，他们越嚷啊，更显得出新进场的五小姐更吃香。哎，阿冯，哎，阿冯，哎，阿冯啊，客人们都等急了。哎，我知道，马上就来，马上就来，你就来呀、啊。把你们经理叫出来。哎，是是。哎，先生，洪小姐来了。真是抱歉让你久等了，洪小姐今天第一天进场，有不周到地方请您多多指教啊。太客气了。哎，新进场的红红真不错啊，老李啊，动动脑筋啊。哎，我对他也有胃口。哎，你有的是打理，无论如何让个我。这不是岂有此理吗？是我叫的红红，怎么反而先坐别人的台子呢？哎，今天红红的台子也实在太多了，把我都糊涂了。你是老客人，包涵一点，一会儿我叫他转过来啊。Thank you.
诸位，请注意，现在报告大家一件好消息：红红小姐非单是南国美人，并且还有一副美妙动听的歌喉。今天本厅为了感谢诸位的盛意，特地请红小姐献唱名曲《想上楼台》。唱完了，请他就到我这儿来。哎，啊！虽然是初次见面，可是久仰你的。